我们这次的节目主要是以营养和儿童为主。那我觉得到学校以后呢，我们先从你的笑随风舞蹈，牵动我每一次心跳。相遇后阳光闪耀，能让寂寞的心动摇。谁的好你都明了，而你总假装看不到。你就像一只鸵鸟，中着自己下的圈套，掩藏烦恼。主任又换主题，听说这次是聋哑儿童。对啊，之前不是说什么城市建设吗？什么厂子什么？志同，你到底要不要？西河。哦，他就是那个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什么呀？你们先上车吧，我一会儿就上去。哎，好了，西河志同。哎。也需要拥抱。梓潼兄弟，你叫我干嘛？有事快说，没事就赶紧从我眼前消失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，所以我只好亲自来找你解释。那天是一朵，他又是一朵。刘星河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想听你什么解释，我今天还有采访任务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子彤，你听我解释嘛。那天一朵真的被雨淋到了，生病了，所以我只好去接她回家。后来我来电视台找你，可是你已经走了。可是我那天也等了一个晚上啊，而且我也一直在淋雨啊。啊？对不起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你说过的呀，要亲手做才有诚意。我没忘的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你。梓潼，该走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算了吧，生日都过完了，也没必要送什么生日礼物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梓潼，梓潼，幸福围绕。哎，走远了还看呢。哎，八卦一下，刚刚那个难道就是那个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知道我说谁的啊？不就是你那三角恋的男主角吗？哎，挺帅的嘛。帅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八卦了。挺帅的，不过就背个书包显得傻呵呵的，不过挺老实的，我喜欢。他呀，就实实在在大傻瓜一个。我现在可不想理他。你要喜欢，那你拿去好了。真的啊？你可别舍不得，这么帅一个大帅哥。谁舍不得、啊？就是挺可爱的。我告诉你，挺喜欢他的。你看他那小头发，小时候小眼睛。喂，主任啊。什么？现在要换任务？去明光集团？啊、没问题啊，我这就跟司机说，现在就过去。司机掉头。主任说换任务了，现在去明光集团采访。什么内容呀？据说是一个什么节能环保的项目，好像说采访什么空中菜园。这个酷哎，我喜欢。哎，你听说过那个吗？就是春天把帅哥种到地里面，到了秋天就能收获好多好多的帅哥。哎呀，你呀，成天成天帅哥帅哥帅哥的，我看你怎么天天都想男人呢？哎呦，你都有一个大傻瓜帅哥了，还不准我想一想呀？什么大傻瓜帅哥？他哪帅了？那叫内在美，内在的帅，散发着个人魅力。反正他就是实实在大傻瓜一个，我现在不想理他。